今天吃大鲍鱼和小鲍鱼。啊，好脆啊！确实比海螺好吃哦。你的狗狗漂亮。火候刚刚好。来对比一下，这个就是那种最小的鲍鱼，底下这个地儿有一块它的苦胆之类的，把它拽下来就可以了。头上这个地儿还有一块牙齿，你拽下来，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嗯，我处理一下。Later。做红油很好吃，当然你们去给它辣炒、酱爆，或者是去做蒜蓉的都可以，怎么吃都好吃。过瘾过瘾。蛮辣的，全吃完了，吃的太爽了！第一次实现了鲍鱼自由，你们也回家试试吧。